哪里有哦，在那边。拜托我开车看到你，看到你不知道眼睛不好就是这样呢。很整齐，因为它嘴巴就是咬咬咬咬这样子，所以就好像割草机。阿牛好近哦 ，Hello。真的很少看到的小牛哎，还有鸟呢，应该是刘备五百。那边是海啊，楼梯可以走上去。下梯在这吗？有人下车了嘞！对啊，不然不想，幸福让他自己。这边的牛，这边的牛不用耕田。但是我觉得不对，阿芬不要很辛苦。你要跟我来呢 ？Hello。要下车。下车照照。下来啊，大发龙！啊！上面准备冲下来了。